今天台股大杀盘，连台积电盘中都跌停，最后才打开。我就问，上个星期来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去寻找遮蔽掩蔽，像机器人股，像绩优的 AI 股，今天要么打到跌停，要么快要跌停。投资人怎么寻找遮蔽掩蔽，越来越难了，怎么办？今天是无差别下杀，有一位刚进股市大概只有一年多的这个小白，然后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小孩，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说。原来台积电也会快跌停，我说台积电为什么不会跌停？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台北股市，当然它有它的原因。那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过的一些，譬如说像这个所谓机械概念股啊，或者说像这个工具机股，还是有机会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早上开有的股票开盘还是往上走的，是到最后那个约莫在这个十二点半过后，台积电再度往下灌到快要跌停的时候。全部的整个下杀，是台北股市今天这个 下跌的点数800家，这个跌停板的家数一大堆。哦，这个我们要知道，台北股市今天大跌的原因是在于美国股市的暴跌。那我为什么要先跟大家提这个东西呢？因为这四个大点、四个因素有很多是被过度解读。第一个，这个之前有一阵子美国股市是什么？这个经济数据不好啊，就股市大涨。这个约莫一两个月前，好几次这样，为什么？他说：“哦，经济数据不好，那美国股市这 FED 就要降息了，太好了，要降息来了。对，这跟教科书完全背道而驰。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美国股市都是心里面患得患失。对，这一次为什么？经济数据不好，经济数据不好，好像说什么非农业就业指数这个不好，哇，反而是今天就真的是按照教科书下跌。他的理由是什么？哎呦，你 FED 主席是不是降息太慢了？是不是你现在降息也救不来了？”你看又来了，患得患失。那也就是说，他们就往悲观来做解释。还有像这个所谓科技类股啊，我们就说像这个所谓的 Intel 哦，裁员啊，什么裁员那么多哦 ，Intel 大跌26%。我就说过 AMD 跟这个所谓的 NVIDIA 哦，他都比不上，那他也比不上台积电。但倒过来讲，不就是我们台积电不就是刚好印证它的优越性吗？可是今天不管哦，无差别下杀。再来，很重要一点，巴菲特他减持美国银行跟所谓的苹果，他减持了50%。他说：“哎呦，巴菲特，苹果一砍50%，可是不要忘记，他手上还有另外50%，他是大股东。可是因为他把他的资金水位拉得很高，现在大家就开始恐慌了，因为指数在高时。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哦，这个昨天那个美国股市已经开始，甚至于绘声绘影，说在那个白宫附近有一些什么咖啡店，什么发现说来喝咖啡的少，什么大家的作业很紧张。他说，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战火一触即发，甚至于还有预告说今天就成了。就你看哦。”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非电子的，它目前好像还俨然上升趋势还没有完结掉。可是科技类股，你有没有注意到？对，最近跌得很凶。对，为什么？因为之前最受注意、最受瞩目，结果反而是跌得最凶。但是它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说，它就说好像 AI 啊，这个 AI 好像是我们要不要花这么多 AI？ 很多公司财报不好，是不是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钱，没有办法马上营收？所以你看了患得患失，一恐慌起来，看什么都不对劲。在上上星期之前，最有自信、站得最稳的，不就是 AI 概念股？现在居然连摊位泡沫化都丢出来了。刚刚君相讲了一个"泡沫化"这个字非常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个网络泡沫化。那个时候，大家有想到一件事情，大家印象尤深。这个之前网络刚兴起的时候，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说："哎呀，网络泡沫，我们干嘛买那么多的这个设备？那些高端设备，那个不用，我们不用花钱买那么多网络设备。好，我认为说网络没有那么快。结果。"现阶你大家去看看，现在你没有网路人才是泡沫，一样道理。AI 以后没有 AI 才会是泡沫。可是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它开始成型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科技来的时候，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只是说短线上，你要现在能够普及，还要一段时间嘛。可是你看今天台北股市本来还有，你看这个低点，这个低点非常有趣我等下会印证给大家看。就到最后是台积电受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在杀融资，今天都在杀融资。那台北股市到底现在是完全就是毁坏了吗？这张图表是礼拜五的收盘，我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就给我们东森开盘的时候，那时候盘开盘我们知道下跌，我要来做个预测，我就说过盘回档 0.382 的位置，这个地方你看，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是从这个所谓的一个12629到24416这个完整的波段，我们说这个波段多空对峙就是 0.5 的地方嘛，当然不会有这么深， 0.5 大概哇那个18000多，可是回档 0.382 它有个意义，就是说我这个盘我还是多方还在进攻阶段，我就守住 0.382。 如果说我今天 守不住 0.382 代表什么？我是多方抵抗，我防守，因为我没有跌破一半，但是我要进攻，我开始要速度放慢，因为我要消耗很多的浮额。是，所以说今天你看这个
回到0.382的位置，就是说从这个高档回到0.382位置，在19913盘中都有守住哦。可是到最后就是过月末过了这个12:30之后，台积电在杀了哦，这个地方就开始今天失守。失守，今天暂时失守，不能够宣判他死刑，只是说现在这个盘要转为所谓的一个多方抵抗防守，但不代表这个长线的这个多方格局毁坏掉了。那我们必须要知，你看、哦、今天你看今天多惨烈、哦、今天涨停板只有一家，跌停板799家，跌停板不是跌799家，下跌的加速，台北股市就只有2000多家，就下跌给你1831家来做下跌，上涨只有63家，你就可以知道今天几乎是无差别待遇、哦、等于说。不管是台积电啊，其他好管好，可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哦，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我们知道大家心里面都很难过，无可厚非，你心里面会，但是你，我现在跟你讲说，你还是要冷静来做面对，哎，你会觉得说这是空口说白话吗？来，我们举个历史的这个经验给大家看，你看这个地这个位置点，之前哈、哦、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5月12号那时候，哎，那个时候突然间传出来说，我们那个防疫的数字扩，等于说莫名其妙这个染疫的这个突然间。巨暴增，结果2天下杀2000点，那在5月12号那天呢，下杀盘中最多来到1418点，哎、欸，你不要说，哎、这个比今天1800少，不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水位是在多少？是在10000多、17800的水位，不是现在在20000多的水位，所以这个跌幅也蛮大的。可是你看啊、哦，它下跌之后呢，留了下影线之后呢，你说说打了2-3天底，低点不破，开始打脚之后，快速的往上走，然后呢，甚至还过了。这个之前17000多 ，OK， 来到18000点，也就是说，它从15000涨到了18000，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比较遗憾的，就是说，今天 K 线并没有收脚。对，我要告诉大家，明天，因为我们要面对事情况来做处理吧。明天如果再杀的话，你千万不要再做杀低，因为明天有非常大的几率可以来做一个收脚的动作。那可能在这个地方，在8月10号到15号，这可能在这边做一个打脚的动作之后，等到一切营收出来了。8月10号、15号财报全部出来之后，黄仁勋8月21号，两岸的机器人大战，黄仁勋也要来了。那到时候台北股市应该还会一波像样的一个反攻。关键就是止跌讯号要出来，恐慌的情绪要把它消化掉。回来个股，今天最震撼的当然还是台积电。对，盘中虽然只有短短的那一个刹那打到跌停，已经吓死投资人了。对，很多人想说，哇，真的很多人进股市资历比较浅，说啊，台积电真的也会这么好的股票也会跌停？你看，这就是无差别下杀。你看今天呢、啊，这个超过这个11点这个多以后，快要接近12点的时候，开始跌破早上第一个低点，本来有一点酝酿反弹，就开始呢就在这个地方信心整个做崩溃。那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台积电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台积电最糟糕的一件，不是说它不好哦，大家不要搞错了，台积电基本面非常的好。最高的是不是筹码？你看这个叫融资，在这种乱世的时候，千万不能用一个杠杆来扩大操作，否则的话，弹起来没份，跌的时候呢，你恐怕资金烧完之后，快速反弹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资金了。问一下，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就会想到说，我可不可以逢低来接手？对，明天的状况你怎么研判？它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我坦白讲，台积电900块以下都叫低估了。可是你说啊，跌到815，怎么还会跌到815？这个就是筹码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状况，台积电本来就是什么？台积电本来就是这个譬如说他有人在做期货避险，然后他我手弄很多台积电外资嘛，那他避险，他为了要保住他期货的一个获利，他就卖台积电，然后期货下来之后，他再把它等于说回补，他再买逢低的时候再买台积电，然后期货回补之后再拉上去，他两面在赚。明天再杀的几率对你知道吗？因为明天要看今天晚上美国股市，可是我觉得明天开始台积电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收最低，台积电明天盘中荣获有震荡，一定会有收脚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档股票，就是鸿海。对，鸿海今天是。让大家觉得早上还本来以为 NVIDIA 它的良率出问题，可是鸿海老型仔仔各个给你锁在跌停。对，我们今天就是举这两档股票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股，可是他们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情况，鸿海的融资最近没有像这个台积电一样大增，一方面因为鸿海呢这个一两百块，很多人认为一两百块来讲的话，这一两百块可能就是他这个十几万他可以买得起，但是说他不像台积电1900、1000，它比较90，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没有用融资，这个是算是这个算是就是说还算是这个还算是哇不幸中的大幸，融资没有大减。那在这个地方来讲，鸿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鸿海这次呢它已经跌破这个200块的价位，跌破那个心理关卡的价位。可是鸿海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到没有？它目前哈、哦、跌到了这条均线哦，这条这个所谓的一个紫色的一个紫色均线，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半年线这个附近了哈、哦。那你要注意到鸿海在这个地方整理了很久，整理很久，而且今天怎样是
低档有量在做承接的，好，低档有量在讲。如果它今天是无量下杀，我反而会比较担心。所以我认为鸿海在这个地方不要忘记了，它的 GP 200这个大摩也帮他背书了嘛，说就算有递延，将来还是出货了不起，只是说从那个第三季延到这个所谓第四季嘛，将来哎。你要去倒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哦，如果出货在第四季，现在刚好有低点，那你现在买的低点是不是迎接第四季的这个时候出货的旺季？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位置逢低是可以做承接的。所以台股的明天过后，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美股，美股能不能止跌，就会变成明天台股能不能止跌最重要关键了。对，尤其是费城半导体跌这么深，那你看来到前波低点的位置点，好，它今天是带量下杀，所以说很重要的一点，明天今天晚上的费城半导体。必须收盘哦，不管它盘中怎么跌，最好是盘中今天能够收在平盘，也就是说平盘之上，代表什么？它收脚，那直接收红当然是最好，最好是它收脚。只有在费城半导体在收红的情况之下，台股那种所谓科技股的心理压力才能够消弭掉。所以今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是关键。不过无论如何，因为美国股市它是根据它自己本身是根据这个所谓的一个利率啊，这个自己的财报。可是我们台北股市来讲，很多今天是无差别是杀过头了。我认为台北股市明天收脚几率非常高，大家不要在开盘的时候杀融资的时候去做一个杀跌动作。台股今天恐慌性的大杀盘，创下了史上的最大跌点1800点，多达了800家都跌停板，连台积电都盘中一度跌停。吓傻投资人的哎，刘德英六月退休罕进买股是839，不但跌破，今天还进一步试探813。很多人都在问，可以逢低接手吗？今天开始呢，封总就来告诉大家，止跌讯号怎么看，怎么来观察，恐慌情绪一日不除，台股一日跌势不止，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它消化干净？好。就像其实今天哦，坦白讲，我进股市大概也要将近28年，快要30年，我也没看过这么严重的跌幅。那更何况有人说他进股市没有多久，才看到台积电来做跌停板。那今天有很重要一点是在做一个杀融资的动作。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就今天是无差别下杀。那融资是这样子哈，这个以往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我们那个老江湖人会告诉我们说，杀40亿的融资就可以酝酿比较多的反弹。今年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台北股市没有人看过。很多因为创新高嘛，没有人看过有23000、24000的台股，所以那个融资用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遇到威胁，一直上去，甚至于很多大户也在用融资。那之前台北股市一波下杀的时候，融资的跌幅其实是小于这个台北股市的跌幅，所以有人就会说这个叫做聪明融资啊，什么大户用融资，它比较抵抗力，没有被吓跑。某机会有逮起，我来一个，融资就是融资，什么叫融资就是借钱，只是说大户你借的钱对不对？你可能要还，你可能有支撑，还钱能力比较强，你可能在垫底有垫底能力。可是像这种今天无差别杀了1800点哦。大户也受不了了，那当然有很多大户是已经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已经先跑一波了，少赚一点。我本来赚100块，我保住80哈，我先跑掉了。那甚至还有人去做一个，等于说，如果说今天有些大户在这个地方还等待什么，今天要来接，哎，看到这个苗头不对，今天出手还稍微有点保守。这种是杀到那个电话都打不进去，网络都断讯。对，今天很多这个券商大概也是。发出这种所谓追缴令，这个一定是大概可以预期的。对，但是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大家知道今天这种情绪，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倒过来讲，就是在杀融资杀到你快受不了的时候，常常会随时会酝酿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但是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跟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有关。但我们要看美国股市，不是看道琼，因为道琼它代表的是这种蓝筹股，它不代表这个科技股。你看最近跟台北股市，对，最重要是费半，你看费半。在这边已经逼近前波低点了，对不对？对。那所以说，接着今天晚上的费半在前波低点这个附近、哦、不能够再做跌破，因为再做跌破的话，大家又把它做文章。哎呀，跌破这个什么颈线的位置，只要在守住这个前波低点的位置的时候，那能够有最好今天费半能够尾盘能够收红是最好，是、哦、收在平板上留一根长长的下影线，那是最好，那就可以消弭掉我们台北股市跟它对应的这种科技类股的不安。那因为像美国股市四大原因嘛，这个什么巴菲特减持持股、哦、拉高水这个部位啊、哦、那像这个大家都会说，哎呀，巴菲特是不是看淡？可是不要忘记哦，巴菲特之前看错过台积电啊，巴菲特曾经低档买过台积电，就他大概一下子卖掉，就台积电后来不是一路涨上来嘛，他也涨到了这个1080嘛，他损失好几百亿啊，那也就是说他少赚了好几百亿啊，不是损失。那所以说，巴菲特拉高先进部位，他只是呼应到美国股市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情况，他不排除逢低还会去做接的动作。可是这件事情却加剧了投资人市场的焦虑啊！现在大家就是哈，美国在患得患失，那我们也跟着人家，我们也跟着人家一起在担心害怕。那其实。
大家去想看 ，Intel 如果下跌，它是比不上 AMD， 比不上 NVIDIA，那 NVIDIA 跟 AMD 都要来台积电下单啊。那 Intel 的这个半导这个代工已经快要被股东骂翻了，它也根本看不到台积电车尾灯，那不代表凸显出台积电的一个伟大跟这个独特的地位吗？我们为什么要跟着跌呢？那像这个伊朗这个战火，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评估了。这种就是所谓的心理因素。可是大家去思考，本来说是最快今天要发动了。你如果是美国，你会容许这种？这下子真的打开来，如果说规模扩大，那个真的是世界大战，可能就随时会引爆。对，你认为这些列强他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吗？那美国科技类股财报过度悲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嘛，大家都往那个很悲观的情况，还有就业报告。哦，之前呢，就业报告不好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太好了，美国要降息了。啊，结果现在美国说，我要降息了。就业报告不好说，哎呦，你是不是降息太慢了？景气是不好，这个都是怎么解释都是往悲观来做解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杀完融资之后，你要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台北股市今天，你看本来有一度要酝酿反弹，结果没有想到在台积电在这个十二点过后下压，它也跟着下杀。你看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下跌加速这么多，下跌等于说它整台北股市今天1800，等于说2000家，它几乎下跌是1800家，跌停快要800家。对，这坦白讲我也没看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呢，现阶段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你要做的就是说，我们来研究量价结构。量价结构，那你看哦。我们以价而言来讲的话，一个波段，我们怎么判断它目前是多方还是空方？这个你看，这个上涨的这一段，在二分之一的位置，就是有没有这个上面多，这下面是空嘛，多空对峙嘛，就是二分之一的位置点。那如果说它今天多方是属于攻击形态，就是0.382的位置，大概三分之一，0.38位置在哪里？在19913。今天盘中本来有手，可是后来收盘不幸的稍微失手，可是。给他三天的时间，他现在没有说完全，就是说没有三天失手的话，没有说三天失手的话，你就不能宣判说他完全失手。那所以说目前格局没有变，可是短线上的确整理时间要延长。那整理时间延长怎么办？你就要把手中的持股做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太弱留强的一个动作。刚看到的0.382啊，对，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我守住了之后，如何酝酿下一波的反攻力道？哎，对，那这个是一个心态问题。你看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盘，这个2021年的时候，5月12号这一天，哇，怎么突然间，怎么5月？其实5月10号就宣布，那时候发生什么事了？那时候是疫情的时候，可是就是说那个染疫的数字突然间暴增啊，大家说疫情升级了，大家都说奇怪，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病毒？那造成一个恐慌，两天下杀2000点。那当天呢？5月12号，当天是怎样？最多下杀1418点，杀出了7000多亿的量，是爆了这么大的量。可是当天它有留下影线，而且你看哦，它整个大波段它回档来讲，二分之一不要守住了，它刚好小破三分之一0.38的时候，开始连续两三天，有没有？虽然说有震荡，低点都不再破了。对，在做那个打针，打脚，对，打针的动作，对，打脚动作。那打了几天之后，你看一路的往上走。可是我们今天没有下影线。对对，君相说的对，今天最遗憾的就是说没有下影线。所以说明天开盘的时候还再杀一次融资，可是我认为在收脚的几率很高。那接近10号的这个公布营收，再来就是8月14号要公布财报，我认为。再过一个礼拜，约莫一个礼拜之后，台股在这边低档做一个震荡打底之后，就有机会酝酿更好的反攻。为什么？8月21号，两岸要有机器人展要来。是，对。好，康平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今天投资人都在问，哇，晶健台积电一度盘中打到跌停，那813块的，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对，可以逢低去接吗？还是说明天再等一等？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今天有接到的哈，当然如果明天有再低，当然可以接。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没有，这个今天已经接到，也不要慌。其实我们用一个价值的面来跟大家报告，台积电哦，现在一般法人预估说它今年赚40块，明年赚48块。那我们用平均做个45块好了，台积电45块，没有说全世界这种第一流公司20倍本益比不到。台积电唯一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在于融资。很多人就是说，很多人融资呢，奇怪，你有融资，有没有？最近融资一直在上涨，一直来到这个相对的高点。对，很多人融资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买不起一张这个1000块台积电100万我就用融资，想说用融资40万来买1000块的股票。那其实这个在多头的时候攻击盘的时候没有事情，遇到这种盘的时候，你就开始吃亏了。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有能力承接台积电的，请你用现股买。那如果说你不方便买一张的，请你用买零股，千万不要说，哎呦，我用40万啊，我假定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有，我说我你有四十万要买台积电，你要怎么买？你不要用融资去买台积电，你把四十万买什么？买比如说台积电买零股啊，你买个什么三百股、四百股啊，都可以啊。我问你哦，看你弹性。那个投资朋友如果是买在千元的那一波怎么办？对，那你如果说之前你买千元的，那你已经套很深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往下，第一个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往下你有没有资金？哦，往下如果说你还有资金的话，还是一样，按照我说的方式用所谓的零股来做买卖，来做承接，弹上去之后，你把你的那个所谓的买那个整张的现股的这种台积电，你把它卖掉，就卖掉以后是不是有一千股嘛？那你就可以卖掉，你就可以弹性的运用拉回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买个三百股、四百股，那看你资金的一个布置。那你说，哎呀，我是融资啊，我要买到一千股怎么办？那你还应该面临到快被强迫要被断头的时候。你现在如果在断头边缘，你整户的维持率还高的，请你要做一个动作。你若实在不知道你的个股没有办法去做个股的研究，说你这个个股将来基本面有多好，请你把它通通汇整起来，就是买台积电，而且逢低买台积电，用现股零股来买台积电。再来看到这档股票就是鸿海，鸿海在 AI NVIDIA 的加持之下，在接下来 i16 拉货潮的加持之下，今天也被打到跌停啊。对啊，今天也很可惜啊。鸿海这个之前大家还很高兴说那个200块的价位已经站上去，对，今天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数字？这有一点这个我们苦中作乐一下，这个叫什么数字？叫168，一路发168。好，那没关系，鸿海是这样子。鸿海它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台积电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融资，各位，它的融资其实是有在做下降的，是，微微的下降。因为什么？鸿海这档股票就是大概这100-200块的价位，大家比较有，就是说不会觉得说买鸿海就是要花个100万买台积现股，要买100万，所以我融资买。鸿海在这个地方就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融资去买，因为比较能够买起鸿海的人，就是用现股买的人比较多嘛。那这是一个好，对他筹码是好，而且他今天打到这个地方来，有没有？打到这里来了，约莫就是落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半年线位置，而且最让这个整理平台整理的非常的久，整理平台整理非常久，这里具有一定的支撑程度，所以我认为明天如果有低点的话，其实喜欢鸿海的朋友，这是你的机会。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